收到的一个诉求，最关键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们认为蓝绿两大自然阶级政党都是一个无能的资本家的代言人，所以他不会照顾人民的基本需要。所以今年我们一起走上凯道，办了这个秋豆的晚会，最主要是要喊出一个口号，就是蓝绿无能，全民摇头。我们是音乐起义嘛，所以我们把同唱劳动者战歌是有一个对抗性，因为我们对这个体制、对这个政权、对这个制度不满，所以我们往这个政权的权力中心。就是斗争，是不是啊？大声点！